刚刚给我们留半，再差一半。有那种，它是虽然是前花校茶，但是跟一般的前花校茶又不一样，真的很好。老师，拍手，老师拍手。我真的很喜欢喝茶，因为我曾经帮南投县政府写了一本叫做《神农宝鉴》啊，那时候他一个专案给我，我去访问所有的。得新传奖的茶楼，全部都新传奖全国的哦，所以说访问了很多茶楼。啊，我也经常到鹿谷农会去帮他们上课啊，上茶艺课啊。这老师不是讲文化，也讲茶叶。对。大一点。不错，大家快点。不知道。文清风水地，金白灰。骗人啊！福建大红袍也买不到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什么大红袍？大红袍才几颗而已。我们今天摆在故宫，宁可采深山之茶，莫去饮花间之酒啊！南京那摆工资也行，那好意思。那试茶，我喝过一次试茶，真的。口感，口感，那感觉。我见过，湖南的，湖南的 OK 啦，对，我喝一次。先把钱花掉，先把钱花掉哈。哎，印象比较前面。变口感。